Hello， 各位立场新闻的读者观众大家好，现场是力宝中心，金钟力宝中心。咁啦，遮打花园嘅集会啦，咁大会咧就呼吁流水式咁样去即系离场，同埋俾空间俾人去进场啦。咁所以大概咧四点钟左右咧，就有好多嘅市民啦，由遮打花园咧就离开，咁就往金钟嘅方向。咁但去到力宝中心出边嘅时候咧，就见到有一个即系叫警民嘅对视面啦。咁咧就见到有水炮车同埋大量嘅防暴警喺呢个位置嘅。咁你見到亦都有個遮陣喺度啦，咁據報咧頭先咧就有顯示過黃旗嘅，咁但係記者嚟到開直播嘅時候就見唔到啦，但係呢個係一個警民對視嘅面嚟嘅。係啦，咁好歡迎你收睇呢個直播啦，好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嘅香港。咁我啱先影咗呢架係咪水炮車嚟嘅咧？應該係水炮車。有市民咧就會揸住一啲寫住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啊，同埋香港獨立嘅旗幟嘅，咁啊都送俾你睇。呢度係力寶中心對開，金鐘力寶中心對開，咁啊呢度啦，好多人就喺金鐘道咧就往呢個太古廣場方向咧就行嘅。我哋喺金鐘啊、中環一帶嘅唔同地區都有同事去做採訪啊、做直播啊咁樣啦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。咁我哋喺遮打花園啦，都仲有同事喺度嘅。咁據知咧，嗰度咧就大會就話集會好似有啲棘啊，即係好似未必可以行到落去。嗰架應該係水炮車嚟嘅，我估係應該係水炮車。警方引發我哋就用車警告，其他人盡快上翻行人路，盡快上行人路。我哋係喺無可選擇情況下使用武力。警察咧就不停去叫嗰啲市民咧，上翻行人路。其實人潮咧就喺呢度咧，就有啲嘢發生啊！呢度咧，因為其實頭先一直咧呢邊都唔係太多人去行出去馬路，但係咧而家咧就多咗人行出去馬路喎。咁有人舉個台灣嘅旗幟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呢度啦，力寶中心對開咧，但係呢度係望住呢個遮打嗰邊嘅方向嘅，係啦。咁呢度中間斷開咗㗎，啲人群，力寶中心呢度斷開咗㗎。咁啊，呢度斷開咗，咁啊，佢因為後邊有少少人。
我哋上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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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炮車繼續在度戒備啦。咁咧呢邊咧，其實同警員對視嘅人群咧就少咗啲嘅。咁有一班咧，另外有一班嘅，即係著住深色衫嘅市民咧，就喺力寶中心嘅呢一邊金鐘道灣位呢度。
有一部分嘅人士就往利物浦中心疏散啦，咁有人就往红棉道。咁咧呢度紅棉道咧就有市民離去啦，咁有防暴警一行落嚟咧就引起恐慌。咁啊，結果我見到呢一陣又冇人被捕啊，冇人被搜查，咁警方揸住槍冇開到嘅。總之呢幾分鐘我見到個畫面就係咁樣。咁啊，呢边其实市民就越嚟越少噶啦，咁啊主要都系往香港公园呢条山路啦。我行去嗰边望下先。
咁我而家喺紅棉路啊，紅棉路力保中心對開，咁咧就好多市民咧就呼籲其他市民急步啲啊，快啲離開啦，唔好慢吞吞啦。呢边咧就不停有人呼吁其他人行快啲啦，因为如果唔行快啲，呢条路咧就会可能会塞住后边咁啊。咁咧，呢個攞咗筆反對通知書嘅集會咧，咁啊，因為人太多啦，咁啊，大會啦，我聽到，因為我喺外邊啊，我唔喺入邊啦，咁我聽到大會就宣布啦，應該係劉永康嚟嘅，咁就呼籲市民，即係正如佢之前記者會所講，就流水式離場啦。咁亦都係按佢哋本身計劃嘅路線，就係往金鐘。咁其實你見到我望住呢邊咧，就係望金鐘。咁市民其實都係按大會嘅呼籲去離開。咁我見唔到有好大規模嘅佔路喎。咁當然過馬路嗰一刻，你話係咪佔路就即係一定係噶啦。咁但係即係我見市民都係按大會嗰個指示去離開啦，往金鐘方向啦。咁啊，係咯。市民就往利寶中心方向離開啦，咁即係佢哋搭咩車我唔知啦嚇，咁但係即係呢度就係、是、你知道利寶中心樓下有個禪縫嘅，咁其實喺利寶中心嘅禪縫呢度咧遠少少都唔係好遠啫，可能十松啲米嘅廿米左右已經有防暴警察喺呢度。
我呢度望一阵先啦。咁我知道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会有我哋嘅同事喺度直播紧啊。咁无论系德辅道中嗰边啦，遮打另外一边嘅门口啊，金钟道啊，雪厂街啊等等，我哋都会有同事喺度。咁啊，好欢迎你收睇呢个直播啦。強調啦，現場呢度咧，即係起碼喺我直播呢個畫面入面見到咧，其實市民就係按大會嘅要求啦，就往金鐘方向離開。咁但係亦都不得不提，就係過去呢20分鐘喺我而家直播嘅畫面上邊咧，我見唔到警員有大規模嘅用武啊。咁當然呢邊係會有一班防暴警察就喺企咗喺度啦。咁就唔同於中環嗰邊，中環嗰邊放咗催淚彈嘛。咁我見到呢邊就沒有嘅。多嘅記者行家啦，同埋First A 啊等等都上曬 Gear 噶啦。咁但我見到咧，其實有戴 Gear 或者上咗 Gear 嘅黑衫嘅市民咧，其實唔係太多。咁我唔肯定佢哋會唔會個袋入邊有定冇啦。呢、這個即係我冇辦法知道。咁但係起碼就算頭先有一陣啦，水炮車衝前嗰陣，我哋好多記者行家上 Gear 咧，黑衫嘅市民都冇乜話上 Gear， 甚至乎我諗真係少於5%。看到現場就很多市民成功離開，即是他們想往金鐘的方向走到，也都即已經走到了。我四圍走一下，
佢一服咪都係走咧，而家冇，而家佢騎曬人，而家又贏到佢。出翻天桥呢度又即系去翻空旷啲嘅位置啦，去翻金钟道呢度咧就收得好少少。呢度收得順翻啲啦，清翻啲啦，等佢睇先，係啊係啊，收翻好啲啦。好，有邊度有隻瓜？我哋中環遮打花園外射出去彈有條直播個名係咁樣嘅，咁啊中環另外一條直播啊，咁咯，俾你望下，睇唔睇到㗎呢度？有冇搞啊？咁先啊，咁先啊。OK， 咁啊呢度咧就有個中環直播，咁呢度有呢條嚟嘅。咁啊，然後就另外一條中環直播，咁有條短片，警察被圍毆啊嘛。好，咁你可以睇下啦。哇，我前面有人，哇，等等，水炮車、裝甲車繼續喺度嚴陣以待。咁頭先咧就喺度疏散嘅市民，或者一啲拎住旗幟嘅市民咧，已經完全地離開㗎啦。咁起碼喺我直播期間啦，我喺度行喺呢一帶啦，喺呢度方圓，我諗方圓六七十米嘅地方行行走走咧，就見唔到有人被捕嘅，係啦。咁我哋有同事就近中環嗰邊啦，有兩條直播，同埋有其他攝影同事喺嗰邊。封鎖線呢度咧，後邊係啲咩我睇唔到嘅，咁但係封鎖線前邊咧就已經差唔多係淨係得翻記者同埋 first aid。咁啊，暫時焦點可能喺中環嗰邊會多啲嘅衝突哦，金鐘呢邊就冇乜。
咁啊，呢边有啲警车探嚟探去咁，我后边唔知系咪有其他嘅行动或者想离开。咁啊，记者而家身处力杯中心对开啊，金钟道嘅位置。走啊！你你好小心落去，你话车走啊？咁啊，水炮車同裝甲車離開啦。另外有啲車應該係警員嘅 van 仔咁樣都離啊！我哋中環有兩條 live 嘅，見到你啲留言咧，就啊係啦，即係見到你啲留言就話中環有好多警員啊嗰啲，你哋可以睇嗰邊嘅直播啊。咁啊，呢邊仲有少少警員，呢邊。边一把车嚟嘅喎，咁啊，其实围住呢度都系好多警员嘅，咁啊，譬如呢度啦，远少少翻翻车站嗰边啊。呢度亦都啲警车离开喎，呢度红棉路呢度警车离开。
唉，算啦，隨機啊，好嘛。我哋有中環拉炮不停強調啦，點解咧？係因為即係知道大家關心即係喇花園唔同出口嗰邊嘅情況嘛，咁所以我不停講。而家呢邊相對平靜啲啊。喂，嗨，都唔係所謂，好快喎，好快啊，好快 ，click 啦 ，click 啦 ，click 啦，我哋中環仲有兩條 live， 足夠咁呢，好呢唔係啊，有啲嘢發生緊，有啲圍住咁樣咯，而家 live 緊啊 ，live 緊啊 ，live 緊，我望一望啊。呢一刻就冇咯，冇咯。頭先稍早時間好似話黃鶴嗰邊嘢，我見到你嗰兩張相啊，好勁。唔係，中華打電話。唔係，我煙相啊，我見到你。嘈緊喎嗰邊。邊個？後邊啊。邊個後邊？係啊。嗌緊。去望下咯。可能解放嗌。嗰邊嗌緊。我哋睇下先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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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嘈緊？邊度嘈緊啊？有咩？邊度嘈啊？嗰邊啊？一兩聲咯，一兩聲咯，唔係真係嘈啦，好緊要啊！算啦，擺咗喺度先啦。電筒啊！而家出傍晚出電筒啊！而家。咁先啦。
咁啊，呢度有幾位救護員喎。咦，呢邊禮寶中心呢邊啲警員都散水喎。咁我呢度警散，咁我去地鐵站睇下。印尼銀行硬皮啊！嗱，我而家繼續喺力寶附近，因為力寶其實好闊。金鐘地鐵站口啊，印尼國家銀行對開，遠東金融中心。點啊？點啊？依家 gas 都冇。我有咩講？呢邊舉槍喎，呢邊。
咁應該咧係啊，橋上邊咧有啲市民，我聽到應該係女士嘅聲音咧就鬧緊警察。咁正，邊個話？係喎，呢邊啊！再舉啦！咁啊，金鐘廊啊，呢度啊，咁啊，金鐘廊啊，呢度啊，咁你睇下嗱，呢個金鐘廊，咁其實現場都唔係太多市民噶啦，都係守護孩子啦、記者啦等等啦。咦，呢度散喎。
警方喺金鐘廊呢度就退去啦，咁啊去退翻去 Audi 啊下角道嗰邊，天馬街啦，或者如果準確啲嚟。咁啊，警員就往天馬街啦、德立街一帶啊離開啦，慢慢咁樣離開。身後咧就有一啲要打住大聲公去，即係同嘗試去俾一啲信息俾啲警察嘅一啲叔叔啦。咁但係除此之外咧，我諗有主要都係記者同埋守護孩子成員啦。咁同埋非守護孩子、非記者嘅人士，我諗呢度大概只係得十多位。
身後的叔叔就繼續去交一些訊息給面前的警員。轉場先啦，咁啊去銅鑼灣望下喎，咁啊係啦，好多謝你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啦，好多謝你繼續關心我哋屋企香港啦，咁啊轉頭再傾啦，我執執嘢先，好 ，thank you， 咁我哋繼續有同事喺中環金鐘一帶㗎，就咁先啦，拜拜。